在这边呢，给我的 function f(x) 等于减四 x square 减四 x 加二，然后它叫我们用 computing the square，然后写成这个 form，所以我的 f(x) 等于减四 x square 减四 x 加二，然后把减四抽出来，然后它就 x square 加 x 减一百二，然后它会变成减四 x square 加 x 加一百二 x square。OK，我这一边就它的 coefficient 是 e，然后我就一百二加一百二 square 减一百二 square。然后它这三个合起来，它就变成 x 加一百二的 square 减一百四减一百二，然后它就变成减三百四，然后把这个乘进去减四，然后这个加三，所以我的这一边我的这个加一百二跟 h 比较，所以我的 h 等于一百二加 k 跟三比较，所以 k 等于三。其实我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拿到这个东西的，我的 axis of symmetry 是减一百二 a。所以它是减四百二乘减四，它变成减一百二。所以我的这一个是减一百二的时候呢，我的这个 axis of symmetry 呢是 x 加 h 等于零，x 等于减 h，所以减 h 等于减一百二，h 等于一百二。然后我把我的这一个减一百二放进去，x 等于减一百二放进去 f 里面，然后它就会变成了这一个减四，括弧减一百二 square 减四。减一百二加二，所以它会变成减一加二加二，然后它 k 等于三，哦，k 等于三，然后它要我们 sketch 这个 graph，sketch 这个 graph 的时候呢，我就有 x 等于零的时候，f of 零会是等于二，f of 零是等于二，然后这个等于零的时候，我拿到的是这个反过来四除下去，然后的 square root 它，然后减一百二加减 square root 三百二。所以是减一百二减 square 三，减一百二加 square 三百二这样，然后这一个呢其实是0.366跟 negative 1.366，所以这一边这一个是0.366，然后这一个是 negative 1.366，OK，然后它这边是二，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 maximum point，然后他说 P 是 RS 在 graph of f(x) 等于这一个里面。然后它 s 大过零，它 s 大过零就是讲我这个 RS 是 xy，所以就讲我的 y 大过零。然后它的 vertical distance p from x-axis，它的高度是0.44，所以它的 height 是0.44，就是它 y 等于0.44啊。然后它要找 horizontal distance of point p，OK，所以我的 p 可以是在这一边，也可以是在这一边，OK，但是它都 from 那个 axis of symmetry of the graph，所以我的这个0.44等于减 4x² 减 4x 加2，然后我就把这个搬过来，然后全部一起除四，然后再来全部一起乘一百，然后开括弧，我拿到它是 x 等于3/10等于0.3，x 等于13/14。减是三个十，所以是减一点三。So 它现在要的是这两个点距离 axis of symmetry 多少？我的 axis of symmetry 是在这一边，这一个是我的 axis of symmetry。So 我的 axis of symmetry 是那个 negative 0.5，x 等于 negative 0.5，然后0.5加0.3，0.8，0.5加0.5加0.3，0.8。所以它的那个 horizontal distance 呢，就是它从这边过来是0.8，这边过来也是0.8，OK，所以它的 horizontal distance from axis of symmetry 呢，就horizontal distance from axis of symmetry 等于那个0.3减0.5。等于0.8，我也可以让它是那个什么，negative 0.5减 negative 1.3，所以是1.3减0.5，也是0.8，所以它答案是0.8，unit cm，它在这边是 unit，OK，所以是0.8 units。